无法挽回了，毕生啊，让你去我办公室找我，本来还有点商量的余地，说不定无法挽回了，你不用去了，你直接去三七吧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第二个哈希操作，哈希操作啊，好，欧洲还有一个，欧洲现在的经济啊不太好。啊，然后，就是特别像意大利啊，经济非常不好。意大利脱不了，能看到吗？有吗？对，那意大去欧洲说白了也就玩玩行，我觉得在那居住真的成本太高了。第一个各种都贵，我跟你讲，你去餐厅吃饭，你喝这种甭管凉水热水，收钱至少1欧，7.5块人民币。喝口水7.5块，水管也收钱。对，就给你喝从水管倒出来的也要收钱。不是，我去上对洗手那也不能喝啊，那水。那是中水啊，那不能喝。然后另外吃个饭，吃个意大利面，妈的至少80块钱。还难吃。那边工资不高，那就他们人工资非常低，我告诉你，好干。欧洲我跟你讲，其实你在中国，其实你如果是你在欧洲，他平均工资可能也就是在大城市也就是3-4千欧，3-4千欧也就是2-3万人民币，3万人民币了不得了。吃顿饭19欧，然后就说真的就是一般嘛，他们就很一般。然后这是好的一些小的地方，工资也就1-2千欧，1-2千欧也就10000人民币，怎么活我也不知道，所以过得很紧张，好多人过得很紧张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赶，我跟你讲，你觉得其实在中国我们这北上广城市真的已经发达国家了，真的是发达国家了，理解吧。然后那个什么，那个你像你在中国挣个2万3万啊，挣2万其实还一般，你挣3万可以活得非常滋润。当然你不买房的情况下，是不是啊，你不买房基本上真的是想吃啥吃啥，想玩啥玩啥。啊，你想买房你就买了一个。别买啊，你想买好了 ，Anyway， 海峰今天还说呢，他的西尔奇的那个租的地方那个房子小区116平，报价820万，118万，平均8万块钱一平了。我们都在思考，我靠。一般人绝无可能买得起了，西二旗。崩不了，只要你的看法不改变就崩不了。只要你现在你是买不起，你买得起你也买。只要你有这种想法，大家都抱着这种想法，他就崩不了。中国人呐，就是说白了，整体上还没有享受过高质量的生活。你听我讲啊，对，外国你租房也可以租得很好。啊，对，你租房的环境给你也非常好，就是对吧，很稳定，他房东不能随便撵你走，理解吧？你在美国可以租好多年，还不能随便给你涨工资，涨房租，涨了你还可以告他，他不能直接赶你走。所以就是说。对，中国这方面不健全啊，租房的居住条件和自己的房子居住条件是有很大差距，对不对？这是一方面啊。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们没有享受过怎么讲，就是这种高质量的生活。咱们大多数可能之前的这个生活都比较的粗犷，生存条件，对吗？你比如说我农村出来的，那我就特别希望像电视里看到的那种特别舒适的房子能住上。那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也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大家这是刚需啊，你就需要享受。但是人家像美国什么
人家他生下来他父母就住的房子都很好，所以他对于房子概念就是默认都是这个水平，所以是不是自己的可能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重要，对不对？中国呢现在正经历这个时期，所以那没办法，那大家都想买，都想买，这个价格就高了。所以等我们的孩子那一辈儿，那可能这个东西就冷静很多。对。行了，哈西啊，嗨，嗨哈，来来来，咱们呢，咱们来看，咱们已经讲完了 Redis 的一种字符串，现在讲它的这个什么呀？另外一种数据类型叫哈希。哎，这个哈希是什么？哎，咱们不说这个 Redis 本来这个 key value 就是哈希的吗？怎么还有一种哈希类型呢？它是这个样子的。小虎，你在干什么？普通的 key value 是这样。普通的 key value 看到没有？嗯。对吧？啊，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，这个 key 也是通过哈希的。对。但是这里还有一种专门的哈希类型是这样的。它的 key 是哈希的没有错，但这里边又有一个字典，你有意思吧？就是它，谁说字典不可哈希啊？就是它的 key 是哈希的，那就是用这个 key 再对应一个又像字典的一样的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里一个就相当于有点像嵌套字典，是不是？这个 key 对应的是个字典，哎，对，你可以这样理解，可以吗？啊，就这么一种数据类型啊。那然后可以干嘛呢？关联性较强的，可以用来存关联性较强的数据。你比如说之前一个 K N1 和 N2 没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现在说了 N1， 比如说我是存的一个个人的信息，那这里面可能是你姓名、年龄啊、身份证号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对，这几个数据有关联，所以你就可以存成哈希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哈希怎么个用法？非常的简单啊，也是一样，就是 H set， 啊，加个 H 就可以了。H set， H set， 然后看着啊 ，H set 什么呢？比如说我 name 其实已经是一个 key 了 ，names 吧，对吧？然后 info 啊，应该是这样，就是叫 info 吧，好吧。然后前面后面咱先 help 一下，第一啊不行 ，h set 啊，你看这是这个外层的那个 key 是不是啊？这是里面的一个字段，其实就相当于第二层的那个 key 是不是啊？然后后面是 value 对不对？所以 h set info， 然后呢，比如说 name 等于跟 Alex 可以吧？然后咱们终于达成了一个共识啊，在这个事情上啊，对啊啊，这个 stu 好了，现在是不是存了三对值啊？对，三对值之后，那我现在啊，这个就是是不是 get 呀？过去这个值是什么呀？叫 h get 啊 ，m set 就是多设定，一会儿说 h get， 看到没有？啊，你可以固定啊，你可以设定就是 h get info， get 什么呢？你要 get 一个具体的值啊 ，id name， 理解吧？嗯，你可以获取所有，你可以获取这个 info 这个字典里面所有的这个对应关系，怎么办？加星号吗？不是，很显然不是加星号，而是什么呀 ？h case in h case 吗？是直接这样吗 ？No， h case info。理解吗？是不是把所有的 K 拿到了？然后你可以想取谁取谁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还可以批量的单独的去取，叫 M K 不是 H M get 吗？是不是 H M get？ 嗯。然后 info get 谁呢 ？get name 和 age。我看中间的数字。对啊，那咱们 info 怎么找？什么叫找 info？ 你好像想找 info 这个 K 这个。你想看音，你想知道这个名字，还是想知道它下面的什么？跟它平时的一些。那个 filter 现在不是有这个一个吗？
不是，他同级的不是在这里看了吗？他下面所有的。哦，您是想把他这个 k 和 value 都取出来是吗？不知道，一会儿看吧。那上面应该写的有啊。先说 h get m get 都讲了是不是啊？啊，可以获取多个。那看一下 m set 怎么设定？是可以同时设定多个键值，怎么办？一个一个写。对，咱们这是用 Python 写，咱们用那个这个写是 hmset help 一下啊。k 是那个大 k field value field value 懂了吧？啊 ，hmset， 然后我再设定几个值，比如说 info 下的 name 已经设了是吧？改成大写的 Alex， 然后再改一个什么其他的值。啊，比如说 age 等于个18，然后再设置一个新的值，就是hobby 等于个 go， 然后这此时我们再看 h case， 然后 info， 是不是多了？对。OK， 这是设定多个，对不对 ？get h get， 然后 h m get 已经讲过了，还有什么 h get all 所有的键值，对不对？啊，所有的键值啊 ，h get all， 对吧？然后 info， 看没？你怎么知道？他这样是在这里给你？切 ，no， 全蛋！你用 Python 连接去取的时候，它返回的是元组一对对的。没有意思吧？你在这里显示你看不出来，但是用 Python 连接它是一对对的。info 也是 k。info 是个对啊 ，k 啊。我们看跟 info 同级的 k。对啊。跟 info 同级的 k 并不能看。不能看，不能看。对，并不能看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没有办法通过，就是说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叫 case 啊？看到没有 case 了吗？看到这些 k 了吗？你并不能分别说我把字符串的 k 全取出来，或者把哈希的全取出来，没有办法，它是取所有的 k， 理解这意思吧？啊，它分辨不出说你是什么数据类型，好吗？它就相当于变量名一样，你能通过变量名判断它是什么数据类型吗？不能，并不能，是不是啊？对吧？对对。OK，h get h length 这是什么呀？获取这个什么呀？长度。获取这个里面的是不是长度啊 ？h length， 然后 info 有几个？四对儿是吧？然后 h case 说了 ，h values 是什么呀？是不是获取所有的值啊？这个就很简单 ，h values info， 哎。然后就跟字典一样操作，好多东西都有。检测是不是有，对不对？如果有，返回的是什么呢？是一吧 ？info 是这样吗？检测下面的一个 id 有没有？是一，没有的话，理解吧？然后 del 是不是指定的删除啊？啊，这个给你删一下吧。删这个吗？不是，删 id。大家来看，删掉了。此时你看它的 length， 那个 id 里面还有 id 吗 ？stu 那个是没了。没了。然后 increase by 这个就跟那个字符串的是一样的，是不是给它自增啊？嗯。对吧 ？h increase by 谁呢 ？info 下的谁啊？你不能 increase by 一个 alex， 这个没法 increase by， 是不是啊 ？name 没有办法，但是我的。age， 我操！field increment k 啊，没错呀、啊。increase by info， 然后 age， 然后你写字灯的一个数，理解这意思吧？好，然后。
float 就不说了吧。嗯，你讲 scan 是个什么东西？叫 scan。scan 的话是扫描的意思。scan h scan 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什么呀？模糊匹配，相当于。模糊匹配啊，那比如说我现在，你看我这里面有几个值呢？h length 是不是有三个值啊？啊，先说 h case 吧。h case 然后 info 干嘛那个 name age hobby 然后我看一下啊 ，OK， 那现在我想把所有 a 开头的给它取出来。我再设置一个其他的 h set 然后 info 下的 a 什么呢 ？a 开头的。address addr 对吧？然后北京，现在有两个 a 开头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要把它取出来，怎么办？是什么呀？可以 h scan， 然后这个k 名，然后后面这个零是游标啊，这个东西就写零就行了，我们用不到。他说是从哪开始，但是不是就不是这种情况下用的 ，OK 吧？然后 match 后面写这个要写什么 ，OK 吧？那我们就来看 h scan， 然后 info 零，然后 match 什么呢 ？a， 这是没 match 到 a 星 ，match 到了什么？看到 a 开头的这是 value 对不对？这是它对不对？是这个样子吧？那 h 开头的呢？是不是就 hobby 啊？嗯，是不是这种过滤了？对。啊，然后这个零其实并没有用啊，因为你说我从那个什么，从哪个位置开始？你看你这里有，你这有四个人，不是有你这有两个 A 是不是啊？你说我要从第三个开始，它这并不好使。对 ，K 是无序的。是没什么效果啊，它还是全给你搜出来，所以你这个 info 这个 match 就游标就是零就行，你不用动它，好不好？那它肯定是有作用的，有什么作用呢？就是说在于那个好像说迭代的时候有用，我也没有试过，你就忘记它吧，好吧？基本没什么用，好吧？对，它这里有一个例子，其实给你看一下吧，哈，就是迭代的时候可以这样，你看。你第一次 scan 是从零开始是不是啊？然后你下一次 scan 可以从这个第一次 scan 的基础上再往后去查。I don't know， 我没有试过这个，好吧？反正不重要，我也没用过，好吧 ？Doesn't matter。H scan iterable 这个也没什么用，它是以迭代的形式去取数据，没有用过，好吗？没什么用，来就没了，就这几个，是不是就增删改查呀？是增删改查，哈希操作，你们把这几个增删改查全都试一遍，好不好？嗯，抓紧 ，come on， 五分钟。